洗车费时又费力，不想花钱去洗车场。自己动手的话，有没有什么简单方便的方法呢？最近一款超酷的洗车装置在爱车族中引发讨论。这款加农炮般的喷射装置非常好玩，而且能轻松洗车。有了它，洗车将变成一项不费力的游戏。Tilda， 这款名为 Aircraft Cannon 的装置能穿戴在腰部，前面是喷射水龙头，清洁剂安置在腰后，造型非常吸睛。由于这样的设计，让洗车时不会觉得疲惫，反而非常好玩。这款装置穿戴的位置让人有点害羞，不过对于幽默的男孩子来说，绝对是必须要入手的神器，所以刚刚推出就马上售罄，在网络上的讨论度超级高，很多人还忍不住后上网炫耀。 Aircraft Cannon 的价格为 149.99 美元，约台币4420元。这款酷酷的洗车玩具价格不菲，而且想要买到的话手速还要够快，因为实在太受欢迎，往往官网上一推出就被买空了。买到的网友们纷纷开玩笑表示，这么多年来我洗过好几台车，然而我的表现却是越来越差。直到用上这个以后，我终于重振雄风，这洗车器是我买过最赞的东西。有了它以后，不论是洗车还是开朋友玩笑都一次搞定。进一步了解一下 Aircraft Cannon。有了这款恶趣味十足的玩具，洗车也变成一件轻松的事了。各位爱车的男生，你们是不是也蠢蠢欲动，想要入手了呢？延伸阅读，来源 YouTube。